心中唯一的 hero。 你说内衣外穿，你说性格太装，只喜欢内心纯洁的人。原泰山，我是隔壁的泰山，抓住爱情的藤蔓，听我说。哎，熊哥，我们现在到哪里了？我们到了人员登山口，然后顺便介绍一下，我买了这台新车。啊，哪一台？哪一台？自己的 S 三。啊，是鲨鱼骑的那个，对不对？然后红黑配，有侵略感的头灯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有侵略感的头灯，这就买了。对的，以后我们登山就有这个公务车了。好，我们郑重介绍一下，这一台才是熊哥的车啊，公务车。然后钥匙放在那个警卫室，那个自己签名自己拿。啊，记得要申请那个公务车证，记得要投递到信箱里。自己签名，记得回来钥匙满的就好了。熊哥，我们今天比晚到，比预算时间已经晚了大概半个小时，快一个小时了呢。就无所谓了，生无可恋。所以今天就是到天池，就是躺平睡觉了，是不是？躺平的睡觉，因为我已经想睡觉了。哎，登山口，登山口到了。你在甩什么？你今天都不能喘哦，有点过分呢。拔不出来，这次熊哥的腿是那个，那不捣乱的暴龙将军吗？别动下去的时候要这样子。熊哥，你骑车上来的？钥匙在上面呢。那台钥匙在上面呢，一人骑一台好不好？掉剑，掉一下，啊，这边那个土地公庙。这个要录影存证的，熊哥这么有爱心，那个元宝歪的，你要把元宝扶正，对，你要把它扶正啊。哎，对。
少饭？那我吃面包。熊哥吃素包饭呢，我吃面包，然后还有一罐热咖啡。回眸出发，我们也是最后一个，没办法，要吃早餐啊。真累的不行了，没有体力了。我并不开心。佳姐，最后一座吊桥。哦天哪，瀑布！哦，那边泡水一定很爽。Oh my god！ 哦，好摇。我们到哪里了？我到恭喜三哥。目标。开心。下厕所，高档。我们到天池山庄了。好了，先换先换拖鞋了，去找管理员报到。Thank you.
在深夜里，谁无聊听你唱起风筝。